从外面看的话，大概是这个样子啊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もしこの動画が好きだと思ったら、点赞、投币、收藏、一键三连，お願いしま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坤。现在跟老婆孩子一块去看一个房子，那个房子我们感觉还不错，看着还行，所以就是实际去看一看，里边怎么样？里边如果是没太大的问题，就是价格如果合适的话，我们就想把它定下来吧。因为大家看我们家现在房子实在太小了，我天哪！四个人住两间房，真的太小了，所以还是去那个地方看看吧。把房子如果合适的话就买了吧。好了，出发。这间房子超级大，我的天哪，这么大房子怎么住啊？这个房子这种形状也是我喜欢，那辆车也是我比较喜欢那辆车。你看着比较帅啊，比较可爱。这个破房子不知道买过没？不是有人住没人住？这个房子好像感觉有人住的样子。但是跟我们家房子是接着的，连着的。不是我们家房子，我们家房子还没买呢，不是我们家房子。如果是他要卖的话，可以把它连在一起，然后从那边。这门外面就是一个主干道，这条路的话还是比较宽的，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好处，就是这条路的话宽是宽，还有就是车流量不是特别大，而且路还是比较宽的。哇，这个地方还算是比较可以的，就是外面。我感觉总体来说还算可以，它这个外2200万。日元2200万日元，还要住之前要把收拾，重新整理一下。这外面也是这种草啊之类的，也是感觉很不错的样子。然后这地方是进门，这边是鞋柜啊之类的，鞋柜也是有东西在这儿。这边也是鞋柜，里面是鞋柜。对，就是鞋柜，我们的鞋子有地儿放。然后这边的话是30个。洗手间，这都是洗面的，洗脸的地方。然后这个是洗衣机放洗衣的地方，这是浴室。这边的话是厕所在这儿。这个厕所还是也算是比较大的，不小。我再往这走，咱们去二楼看一看。二楼这个楼梯，还行吧。这还有一个角，就是角落的一个灯。二楼也是有一个洗手台。二楼有一个厕所，二楼厕所。这个地方算是个主卧吧。主卧的话大概就这么大，不是特别大。这是一个。衣帽间，叫什么？可以放置自己的行李啊之类的东西，可以放进来。这边还有一个，我天，好脏，还有点垃圾，而且它的门全是推拉门，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。这里面也有一个，小的衣帽间，这是侧卧，这是一个。阳台不小，我们在网上在看着图片，就是我的车，如果是我老婆的车停过来的话，有可能是停不下两辆车。这样看一下感觉还有可以停下两辆车吧，大概。我那小车也不是，我那车也不是很大，所以应该是可以停下两辆车，应该是没问题。到一把院子收拾收拾，有可能还能种点菜啊之类的，来点大葱啊之类的，还可以种一下啊。一会儿我再出去给大家拍一下外景。
就是因为他这房子是旧的嘛，二十多年了，所以有些地方比较老，看着墙有点也是比较脏，到时候住的之前要把墙纸重新贴一下之类的。从外面看的话大概是这个样子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这房子是一百，就是建筑面积是113平，130多平，然后就土地面积是200多平。这样的话，看一下我的小车停这儿也能停得下，没问题，应该不是很，没什么问题。这个的话是个院子，里边放的草比较多。这个地方看。这种好像是还种的有花儿之类的，好像以前也是，算是院子庭院那种，日式庭院那种，也做过，也修理过。这边还是个灯，还有电，可以把它收拾收拾，也感觉很不错啊。这边好像也有灯，这里边好像还有一个杂物间，放东西的杂物间，放一些杂物，果然是杂物间，里边更乱了。就是平常需要的东西，然后还有古董啊，咱们国内的健身球，哎嘿，还有这个好东西，坏了，有问题，这个地方破了。这套工具箱，这一套可以啊，你可以把它弄了，省得自己买了。上面还别着什么东西，这个小屋还感觉行，可以留着用，以后烧烤的时候可以用。好了，房子也看完了，我再就大概的说一下这房子的情况嘛。这房子的话是，总面积的话是，就是房子的建筑面积是133.86平，这个房子的就是地，就是全部加一起的话是234.07平，离那个我常去的那家永旺，徒步8分钟，然后离那个我常去的那个邮局。也是徒步8分钟，然后去那个民生小学，就是我闺女以后上小学的地方，是徒步6分钟，就是为了上小学方便，所以我们就是选在那小学附近买的房子吧。然后但是离那个中学稍微有点远，中学的话是2.7公里，这个时候到时候再说，等孩子稍微长大了再说吧。反正还有将近快10年的时间，所以看看到时候有可能我们又另外盖房子了。这个房子的话大概是2280万左右，然后再加上比如说住之前要去稍微修整一下的，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灯路啊之类的，全部加一起应该会再加个200万左右吧，应该是2500万左右日元。2500的话大概的话是2500万，大概是150万左右吧，就是大概这个价钱。现在我们就是开始准备把这个房子谈下来吧，看看到时候情况如何，反正就是先谈着吧，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到时候会买吧，到时候买完之后我会再给大家拍一些视频吧。好了，喜欢视频点下关注，期待你的点赞评论转发收藏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点赞投币收藏一键三连。